大家记唔记得上次嘅台湾 trip， 我哋一共去咗三次饶河夜市，食咗好多间饶河夜市嘅小食。之前咧都应承过大家会出一集饶河夜市嘅 vlog， 而今集咧就系爆食饶河夜市嘅精华片段啦。想知我哋食咗啲咩同埋有咩好食，记得留意呢条片啦。Let's go！到饶河夜市啦！一入到嚟咧，个牌匾嗰度都唔影相住啊，因为见到胡椒饼咧太多人排队。第一站就系食呢个胡椒饼，就系入嚟嘅第一间。咁佢系呢个米芝莲推介。但是它的肉是有胡椒味的，哇，這個已經排了蛇餅了，味道很多湯，很 juicy， 跟著肉呢是很重胡椒味，很好味。看到是很嫩芽這樣，跟著聞落它有一陣海鮮醬的味道，是辣辣地酸辣，跟著是酸辣甜都齊，個帶子咧一咬咧好多汁嘅，唔硬。我見佢擺到書咁耐都唔硬，好犀利。呢個飲咗汁嘅，佢有啲泰式甜辣醬感覺。我明明冇嗌泰式甜辣醬，即係佢冚咗本身帶子有陣鮮味，本身嘅海鹽味係好鮮。一個小份嘅地瓜球。我覺得佢啲硬，但係有啲凍咗咯。有啲嚿紫色啊，紫色個咪紫薯啊。我粒原味幾好味，薯都 OK。其實佢好食，佢好煙韌，只不過佢只有凍咗咯。明帶子帝王蟹肉棒好大條，見到隻手大過隻手，大塊過塊面，好滿足嘅樣子。哇！全部都係蟹肉喎，佢話真嘅蟹肉咯，啱嗰個 sales 講。佢啲鹽鹹鹹地嘅得意，冇鹽係鹹鹹地嘅。唔係啊，但係佢加落個蟹柳好得意啊！未食過鹹嘅蟹柳啊嘛。玫瑰鹽，我試下我。你試啊！佢帶咗佢個鮮味出嚟啊，更加鮮。揀要多兩條啊！我哋係咁 anchor 咩事？哇！佢有啲燒焦㗎。次食臭豆腐啊！我俾咗你啦，多谢你俾你第一次。我唔食臭豆腐噶，我想讲。我想试下系咩味啊？我喺香港食过一次，觉得系油同埋。但系佢推翻我对臭豆腐嘅谂法，佢唔臭啊！头先好大堆嗰阵啲汤系闻落臭嘅，但系而家滗咗出嚟系香，好香啊！边度臭？我唔臭喎，但系有阵奇怪嘅油溢味。是啊，我就是覺得在香港吃是油油地的，油啊都有，但是它的豆腐很滑，外面很脆，多汁的，啊，吃不到那么热，为什么吃到这个口味，是不是铁砂掌口，哇，它索索的豉油汁，很好吃，這個是好不好吃的臭豆腐，因為我不吃，沒吃過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臭豆腐來說它算好吃，我用香港的來對比的標準，香港那個是很重油溢味，它已經不算重油溢味，還有它一是甜甜鹹鹹的醬油汁，有些好像撈了一些蠔油少少。
原味咧係啱嘅，帶起咗螺絲味，個螺有啲隻燒嘅螺味，接著一口鮑魚，唔食啊！哦，好軟熟喎、啊，嗯，不過唔係好夠鮮味啫，佢唔係好大隻，個螺好味，嗯，個鮑魚普通。我哋又嚟到饶河街夜市啦！我哋又翻嚟扫街，因为未食蚵仔煎。蚵仔出嚟煎咗佢，好食啊！个蛋都好明，好蛋香，佢煎得好好香。自己嘅姜咧，姜住啲菜菜，同我哋喺香港食到唔一樣。香港如果油麻地，你會介紹到嗰啲蚵仔先啫。係，熟熟熟。因為煲仔飯隔離嗰啲咧，佢哋係煎脆嘅，每粒蚵仔咧都係好細粒嘅，係呢度係大粒啲，鮮甜同埋多汁嘅。我都係第一次食，我冇喺台灣食過藥燉排骨。因為司機話咧，一定要試藥燉排骨，佢話好好食。哇！我中意佢啲唔係好濃嘅藥膳味，但係有少少。嗰啲滋陰嘅味道，但系咧佢個排骨唔係好入味，同埋有啲硬啊。哦，佢係煲排骨，佢唔係好入味，有啲淡啊，有啲淡，佢唔係好濃嘅藥膳咯。所以中意清新嘅朋友咧，可以都 OK 啊，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食咁重藥膳咯，所以。都還好，又翻嚟呢個熟悉嘅畫面啦！今日係 Day 4，我哋連續嚟咗三日。你有冇特別覺得好辣？大王，哇！好香啊！好味啊！都好好味喎，超後勁強嘅麻辣，哇！好辣啊！我成日聽人哋喉嚨痛，但好味，但好好食。沙茶，沙茶，哇！好辣啊！嗯，沙茶係鹹鹹地。是甜甜鹹鹹砂糖，佢呢有個魚蛋夠熱啊，唔係因為夠彈牙啊，嗯，好彈啊，係啊，呢個非常之好食，饒河夜市第一，哇，係咖喱啊，好香濃，不過都係麻辣最出色，跟住沙茶，最後係咖喱，咖喱我都係中意食翻香港嗰啲有咖喱汁嘅魚蛋。但我是喜歡麻辣咖喱和沙茶，最後是沙茶，因為我喜歡甜辣。哇，但沙茶就我覺得甜甜地好像贏過咖喱，因為咖喱粉沒有咖喱汁那麼入味，始終都是在那個面上，不過都好吃的。上火啦，個上火好似少少，即係而家就喂咗佢食先，好香啊！我哋嗌咗梅子粉味嘅排骨，其實四川麻辣都覺得吸引，流緊口水，梅子好似再香啲，流緊口水，特別啲，流緊口水，咬一半啦，哇，好香，無骨排骨酥，哇，又話唔食嘅，腸道咧入邊係。好多汁，好吃喎。跟住個梅子咧，好特別喎。梅子就好香，甜甜地嘅梅子，大家會覺得酸，但係甜甜地嘅，吊起就咁樣。